Hello，大家好，我是 James。一个星期的交易又结束哈，时间真的是非常快。当然，好消息是马来西亚这一波的疫情已经开始缓和了下来，所以我们今天单日确诊只有7420人。不过，外国方面其实还是挺严重的。比如说俄罗斯，所以今天全球单日确诊是44,691人，然后全球死亡今天是7,829人。好，今天马股还算是不错啦，KLCI 也起了5.76，收在1,598.28咯。所以我们的 KLCI 非常接近1,600的这个大关，然后今天上涨的考的508个，下跌的有404个。当然今天油股又起了上来，因为 Brent Oil 最近是很疯狂今天 Brent Oil 是一桶84.74美金哦。So Brent Oil 有可能会挑战90块美金这个大关的，然后当然有人甚至去访问这个俄罗斯的这个普京，他就说搞不好油价会冲上100块美金都是有可能的所以今天马股的油气股不错啦像 Hibiscus 起了 3.3%。阿玛达 2.9%， 巴拉嘎甚至是 11.1% 哦，挺夸张的。CEKD 今天还是继续的疯狂，起了 12.4%。 So CEKD 是IPO listing 非常新的一家公司。ACO 今天起了 18.5%， 他们还是要做private placement。然后今天当然金属板块也是不错的一天。我们知道金属的价钱比如说钢铁跟之前来比的话，当然是高了非常非常多。因为最近新闻就说了，我们处于百物涨价的一个时代目前很多东西都飙高了价钱像刚才说的石油金属的价钱。甚至我相信新的物质那个卖价都要卖贵一点，因为没有办法他们做 construction 用的铁钢铁各种各样的木也好都起价了 OK。 所以这一轮全球的通货膨胀会是非常恐怖的那么有什么办法？因为美国之前无限量 QE 就印了那么多热钱出来这些热钱把全球的股市推高了上来，也推高了全球很多原产品包括 CPO 中油的价钱都起着上我觉得这是非常疯狂的一个时代 OK。 所以我们的现金当然越来越不值钱通货膨胀之下你的购买力会减弱的。所以金属价不错啦，今天金属板块也是有起了，像HEXTAR 我昨天做了一个简单分享，今天起了 3%， Darwin 3.8%， Lion Industry 3.2%， 然后 Fitters 今天也起了 5%， 最新业绩转亏为盈。 Inari 起了 2.2%， 你可以看到国家队都有在买 Inari 的股票，比如说 EPF 他也一天买进了122万股Inari 的这个股票。好，本身当然不停做一个选股服务James Stock Pick， 因为每个星期会出一份选股的报告，上面会用价值投资基本面的方法来做选股。所以来到今天相当多的选股回酬还是非常不错的，像HEXTAR GLOBAL 今天也起了 3.7%， 收在1.42块。之前我选 HEXTAR before 它 bonus issue 50.5 分也派了股息 5.6 分，这一年六个多月也是有 361% 的回酬其他公司搞不好你要等一个9年。 FRONTKEN 今天也起了6分收在3.69块，
它最新业绩 QOQ 起了 8%,YOY 22%。之前我选了 Franken before 它 bonus issue 71.5 分，也派了股息 10.25 分，加上 free warrant B 29.25 分。所以这三年啊，两个多月也是有 729% 的回酬啊，其他公司搞不好你要等一个12年。Unisem 啊，今天起了一分哈，收在啊4.08。他们最近啊完成了 bonus issue， 就是一股变两股。投资前我选啊 Unisem， 它的股价2.58，也派了股息14分。这两年啊四个多月也是有 222% 的回酬啊，其他公司搞不好你要等一个七年。当然还有其他的啊选股我这边不说了，所以你可以来啊 join 这个选股，那么每个星期你会得到一份这个啊选股的报告。然后上面我用啊基本面投资法，这个方法就是全球很多大型的啊退休基金啊啊保险公司啊信托基金公司和很多顶级的投资家，他们啊那么多年哈在啊股票市场里面非常成功运用的一个投资的方法，有人称之为啊投资正道。然后当中啊最出名的当然是大师啊巴菲特，他本身是啊取得巨大的成功，他一度是啊全球的首富。所以啊基本面投资法就是我会去研究这些挂牌公司的财报啊年报季报来啊挑选出各方面啊比较强的公司，比如说啊公司董事局的成员啊必须是顶尖的人才，然后公司未来啊利润潜能啊必须要大，它才能不断的成长啊，资产负债表必须啊稳健啊，它不能像恒大这样啊负债累累啊，现金流当然也必须要顺哦，它必须能够啊不间断的从它的运营当中让这个现金流进它的公司，然后股息的派发也会纳入考量的啊，等等等啊，会做一个综合的考量。所以要啊强调哈、哦，这个不是啊短期投机的一个做法，会啊 suggest 至少啊 buy and hold 一个啊两年左右的时间。那么两年之后啊，如果全球疫情啊得到一个比较好的控制，如果全球经济啊能够 V-shape 反弹，如果未来这些公司啊赚更多钱的话，那其实你赚钱的机会啊是相当高，然后你潜在的回酬也不会低啊，所以非常欢迎你可以来啊直接的 email 我啊或者 WhatsApp 我，我的 email address 啊跟 WhatsApp 号码在下面的 description， 还是你直接在我的 Facebook 啊 PM 我都啊非常非常的欢迎。好，接下来跟大家浅聊咯这一家啊今天非常疯狂的一家公司，就是 BRAHIMS 啊 Holdings 啊 Berhad 啊，它的 code 就是 BRAHIMS 啊，这一家公司中文名字叫做帕乐星哈 ，OK， 中文名啦、啊，我看新闻是叫做帕乐星啊，这一家公司。那么今天它的股价就是过山车了，非常之疯狂。因为今天 intraday 哈、啊，它最高去到6.2，但是啊，从6.2之后啊，它就啊走下坡了，而且下得非常快。它最后是啊收在24分。所以今天它总共啊暴跌了 47.8%， 跌下来哈啊蛮恐怖的，因为它本身啊是一家 PN 时期的公司了。那么常常有新手问我什么意思是 PN 时期的公司，所以在布沙里面啊简单来讲啊，一家 PN 时期的公司就是财务方面有问题的公司哈，比如说他公司啊借银行的这个 bank borrowings 还有其他的啊 supplier 的钱他是没有办法偿还的， OK， 他的现金流出了一些问题，所以这些啊不能还贷款啊不能还他的 supplier 公司钱的公司啊，不杀就会把他们列入哈 PN 时期的 list。OK， 所、以 PN 时期的公司都是啦，简单来讲啊，财务上咯有一些问题的公司，所、以 BRAHIMS 它就是啊其中一家的。所、以如果没有记错啊 ，PN 时期好像是它每个月它都要做 announcement 哈、啊、，OK， 每个月至少啊一次啦，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它都要宣布说它
他目前啊公司的一个 status， 因为要让他的股东知道啊他目前他的一个财务的一个状况的。那么好啊 ,BRAHIMS, 他在2019年5月份啊他的股价只有8分啊那个时候 ,OK, 因为啊两年多前啊 ,2019 年5月份那时候啊可能那时候人家对他的前景是啊高度怀疑的。所以他那时候的股价只有八分钱，所以意味着啊，短短两年多的时间，他的股价从八分飙到今天的24分哦，还是飙了两倍。OK， 我觉得不错了啦，因为 BRAHIMS 啊，他已经连续亏了7个季度。OK， 又是一家啊传奇的公司了，在啊布沙哈啊今年有非常多这种传奇的故事在上演着，就是连续亏了很多个季度，然后股价反而飙了两倍、三倍、四倍、五倍等等哦，上来的啊这个案例啊，在今年是比比皆是，所以我只能说马股在今年啊投机的这个味道是啊非常之浓厚的哈、哦，在今年这个 trading。当然啊 ,BRAHIMS 啊不错啦，亏了那么多季度啊，两年多啊飙了一个两倍上来他的股价。他这种涨幅啊，其他公司搞不好要7年的时间啊，他竟然在啊这种背景之下两年多啊做到了啊非常的不错。所以他的市值啊 ,market cap 啊 ,7400万哦 ,OK, 缩水了非常非常多。跟啊很多年前来比，当然啦 ，OK， 因为亏钱嘛。然后最新业绩8月18号出炉的 QOQ 是有进步2个季度，就是 QOQ 它这两个季度亏损是亏少了一些啦，跟之前啊来比的话，不过这个季度它还是亏了啊654万哈、哦。那么好 ，BRAHIMS 它本身的业务啊，它主要是做航空的一个食品。就是所谓的飞机餐哦，我们知道你坐飞机嘛，如果啊坐你坐比较长途一点的，通常啊一些航空公司会免费 provide 你这个吃的，当然啊之前 AAA 你是要买的 ，OK， 如果你要在 AAA 飞机上吃飞机餐的话，所以啊航空食品哈、啊、它是做这方面的。然后啊 ,logistic 物流啊它也是有做一些哦，所以这些都是它的一个啊业务来的。那么当然 ,BRAHIMS 啊尤其是昨天吧，我觉得齁、哦、昨天它的股价其实是相当疯狂的。它最近的股价已经来到4年新高齁、哦、,OK, 非常非常的疯狂。不过今天是过山车啦，因为今天最高一度到62分，然后啊当然就一路跌啦，跌到收盘是24分的。好，我们来看啊8月份啊，注意啊新的业绩就是 second quarter financial year 21年，它的 revenue 啊收入 YOY 是跌了 18.88%, 去年是啊806万吧，来到今年只剩下654万。因为啊没有办法咯，很挑战嘛，之前我们又付 MCO, 然后又封锁啊各种各样的一个啊 SOP 哈、啊、导致，然后啊最重要是当然飞机啊航班啊少了非常非常多。所以你去看 AAA 的业绩其实就知道了啦 ,OK, 大概知道 BRAHIMS 也是啊，当然我们知道 AAA,之前啊我也是做了一个非常简单的分享， AAA 也是已经连续亏了好多个季度，因为 AAA 做航空业嘛，对吗，是跟啊 BRAHIMS 有一些啊关系的哈，这个啊有点同行的意思。然后啊不过 BRAHIMS 它 YOY 它的 LBT 税前亏损反而是走低的，它去年啊亏了一个2516万，来到今年他的 LBT 只是亏了1478万，亏损是 YOY 减少啊，原因是因为今年他的 admin expenses、哦、是啊减少了非常多。 OK, 我相信啊疫情之下啊 BRAHIMS 当然他也做了很多 cut cost 的一些动作啊，可能包括啊减薪啊裁员等等啊，把一些部门关掉等等之类的一个动作，所以他的 admin 啊 expenses 少了啊相当多，所以啊亏损就啊减少了 ,OK? 所以啊总的来讲 ,BRAHIMS 啊我觉得不错啦，股价齁、啊。
PN17 的公司连续亏了七个季度，股价反而两年多飙了两倍上来了，这种表现我觉得已经是非常的不错了。然后QOQ 两个季度啦，亏损是有所减少，因为他们这段期间也是有做 cut cost 啦，减成本的一系列的动作的。所以业绩展望11月中来临的业绩 OK 我就比较有所保留，我也不懂啊他几时能够来了一个转亏为盈。因为短期我个人觉得啦，航空业还是充满挑战的一个行业咯。 OK， 所以当然也是还有一个最重要，当然是 PN17 的 status， 他也几时能够脱离出来呢？这个我也不懂哈。 OK， 因为他必须在财务上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 turn around 的话，那么他的 PN17 才会被拿走了。 OK， 这对于他本身来讲当然也是一个挑战在那边的。所以当然讲了那么多还是disclaimer 啦，那四个字最重要的就是买卖致富。 OK， 这四个字买卖致富是最重要的。好，今天的视频分享暂时聊到这边，如果你们觉得这个视频有用的资讯，记得把它 like 跟 share 出去希望能够让更多人收获，也记得按订阅打开铃铛，以便能够以最快的速度来收到新视频的通知。但最后要感谢大家抽出时间这边收看，我们再会，拜拜。